哇，这外面太漂亮了，走亮了。送三报告，送三一出发，送三我到了宇宙了，看见你了，拜拜。我看你都很快，你绕过了太阳能3亿了，重量1.4个电机可以发动。你们两个都能看到，都在全景 A 里边。是啊。好，等海上下面出来的时候，直接就给你们全身拍照。嘿嘿，非常漂亮。神舟十二号工作完成，非常好。地面也表达对你们的感谢。神舟十二，谢谢所有工作人员，你们更辛苦，感谢你们。回至全体 A 抬升后，瑞典区序列完毕。特别漂亮，飞进吧。地球全是蓝色的一个主体，下面有白云朵朵，还有成片的，像海洋一样的，还有像冰层一样的。你们随着我舱外不设立的全景，跟随我的步伐，一起自由的飞翔吧。